今天是4月24号的7:54。我们就结束了刚为期两天的现场踩点彩排。这已经是我们本月第4次大暴走了，然后还有2个大暴走，就是明天和后天。对，但不要以为我们大暴走完了就可以，就是就可以休息，没有这回事。我们立马就要回到万恶的 CBD， 被资本疯狂压榨，太惨了。而且今天是一个 fucking 周五，我哭了。虽然我没有眼泪，但你那天已经哭了，笑哭了。我跟宗宇杰真的太累了，我们周一可以不上班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不上班。我也要。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？如果没有你，我觉得这场活动，我可能自己真的 hold 不住，我可能会死。我突然想到我们大笑崩溃20分钟的时候，那已经是恍然，这个恍如隔世。对，我今天也想狂笑，就突然想到我们，想到了什么呢？我不记得了。春天当然很好，假如疲惫和烦恼不来打扰，所以图写的名字和符号，在一面随意就能被图写下的墙上。留下了短暂的记号，不眠之夜编撰过往，不负此刻辛劳和迷惘。遥望伪造之摇晃，凝望高潮过后，你我皆不慌。怎么样，小黄老师？有成就感吗？我还美吗？你的头发有点翘哦。哦，没有，就是故意做的示范，跟小 V 做出一点微妙差别，你倒是没看出来。哎，小 V 过来。中国娃娃，你能分得出谁是谁吗？当然，只有一些。我觉得你们两个最相像的地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胸部都很小。小菊。还累吗？临时加入中国娃娃组合的中国娃娃，对，开心吗？这个是个鸡巴人。踏破此间，留下不复相见的昨天。一点一点，比如说这样一点一点拿过来就好了。狼人请选择今晚要杀害的对象。有个麦。好，这个麦 OK 的。这个月下来直接把这个一部分卡在不同的时空里做同样的梦。以折叠或摇曳的姿态做同样的梦。好，你刚刚说这什么？刚刚说讲解特斯拉很二逼的前一句，前一句是这是什么？是一个全景天窗，就是特斯拉吧，有一些野心，想要打造一些全动力、全电力的一个轿跑。然后呢，全景天窗大约是模拟敞篷的感觉，但是他忘了夏天的时候太阳直射的威力，可能整个车里要热翻掉吧。你知道我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你们上次骗了我。骗你什么？
记得吗？就是上次去你家录我的手机 podcast 的时候，然后你们说，就是这种电动车，事实上是用充电宝就可以发动的。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不可能吧，你们说真的可以，然后我就真的信以为真。然后那天讲给我的朋友听，我的朋友们说你怎么会蠢到这种，连这种鬼话都会相信？你真的信了哈？我真的信了。然后我还四处跟人家讲解，我说哇天哪，电动车好好，用充电宝都可以走。然后大家就一头问号说。谁跟你讲的？我说是我的朋友跟我讲的，他说你被骗了。就跟今天让你变成李佳琦骗别人是一样的。混合的边界，告别与沦陷。我们无法选择告别或是危险，娱乐小姐，危险与恐惧，消费短暂小姐，惭愧和无畏。我们发现张姐的行踪了。张姐，long time no see。张照有多荒唐？刚我看到一个女的，然后就觉得她跟她长得好像，我说啊，我来准备好我的 camera 走过去，张姐，然后那个女的转过来说啊，不好意思，就赶紧离开。让过去了。就想说也太像了，我说哎呦，张姐还戴一耳机跟人聊天呢。跟谁聊天？热烈，活生生的热烈，是只有活着才能感受到的。